苏苏，我这一辈子好辛苦，就由你来帮我结束。这是哪里？不知道。不过这里是最后一片还没有被同辈道吞噬的地方。 很快就会没有了。谭台静，这里之所以还没有被吞噬，是因为它是这世上离同辈道最远的地方，离魔宫、离杀戮、离流血的魔域最远的地方。李苏苏，你想要说什么？所以，在这最后一刻。 我们还有时间聊聊天，李苏苏。方才你已看破无形道，飞升成神，如今你是这世间唯一的神明，也是唯一可以杀死魔神的人。你竟还有闲暇在此与我聊天？所以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 让我杀了你，你猜到了。是啊，谭台阶，所以你也不必带着这个虚假的躯壳了。 刚才看破无情道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了这世间每一个角落，听到了天地间所有的声音，我感知这世上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心。你吸取了魔神的力量，却从未被他控制，可你还是选择用魔神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逼我断绝情欲，渡劫涅槃。你想看着我，然后结束这一切。